您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能和你一起逛一逛家乡的套娃广场。套娃广场，您是来自内蒙古满洲里？满洲里。它这个小城市交融了三国的文化，有中俄蒙，其中呢，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套娃广场了。在里面就是最大的套娃有30多米高哦，哇！然后小的套娃也有1人多高左右。里面你用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以套娃为模型做出来的。哇，这得套多少层啊？这得，这套娃是个建筑，是个酒店吗？这是套娃酒店。哦，酒店。5号。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分享了广场，因为我平时生活和工作在上海，那上海也有一个广场叫人民广场，那在这边它有很多上海博物馆，还有上海城市规划馆。说如果你到上海的话，欢迎你来到上海人民广场。1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给你介绍一下，其实我们那边是宁夏是有一个中阿之轴，它里面那个广场也是融入了中国的很多传统元素和阿拉伯的一些传统元素，而且宁夏也现在是一个中阿博览会的一个永久会址了，它这个也是相当于让我们能在这个广场上就能感受到我们这种丝路的一个传承吧，也是可以推荐给你。